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清明的相关消息。罗岗镇第一公墓纳骨塔出现真多清明扫墓的人潮。罗岗镇民代表会主席柯志宏嘛特别前往设立服务点，由服务团对点重要干部到现场向罗岗的乡亲问候致意，并且亲切的送上杯水，提醒乡亲扫墓的时阵要随时补充水分。鹿港地民代表会主席柯志宏服务团队一早就伫咧公墓入口处发放饮用水，伊提醒清明好天气，气温稍快偏悬，民众伫咧日头下爱会记咧加补充水分。人也是对持咱祖先的日子啦吼，所以安尼透早安尼吼，所有的安尼咱国人啊安尼大大细细啊带着啊一家伙啊来祭拜咱的祖先来扫墓啦吼，啊尤其天气炎热。吼、哦，啊，大家要注意吼、哦，这个补充这个水分啦、啊，吼、哦，啊，所以志宏今仔伫遮，啊，安尼哦，来安尼发放这个杯水，吼、哦，啊，会当予大家安尼啊补充水分。另外，清明祭祖无法度避免，爱来烧金银纸，但着惊一无小心引发意外灾害。上好的方式，爱会记哩消防局的防灾要领，才会当防止火灾发生。由于这杯水吼，唔能干来补充水分，买当讲吼，甲咱烧完的金纸吼，啊会当吼安尼这余火，啊会当吼甲安这灭尽啦吼，啊袂引起这火灾啦吼。咱安尼这四步啦吼，就是吼针对这杂草吼，咱不易吼甲点燃啦吼，不丢弃这个烟蒂吼，啊过来就是吼安尼不点燃爆竹啦吼，啊过来不易吼安尼甲这名字吼可以让飞扬啦吼。啊，二季就是吼，啊记得吼，甲咱所有的这个安尼这余火吼，会当甲吼安尼甲灭尽。清明节伫咧各大公墓，拢会当看到真侪民众是全家族出动前来陪墓祭祖，服务团队现场提供杯水，提醒民众要小心火烛，离开进前一定要甲火拍花，较免造成灾厄。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